右手邊望望。望秋女啊！系啊，其实好开心啊，因为而家个女已经八个半月啦，八个半月咯，系啊，好快嘅时间。咁佢啱啱开始会爬咯，而且系会中意自己企起身啊。咁所以咧，亦都需要我嘅时间更加多。即系之前好似一嚿饭咁样坐，即系瞓喺度啊，咁样就唔使点理。而家要成日跟住佢啦。咁啊，所以體力勞動都幾多嘅，唔使點減肥啊，都會自己瘦咯。誒唔難湊啊，我好好彩咯，我覺得我個女都幾乖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偏活躍噶，咁但係佢哋話活躍即係身體好，咁我都會開心啦。即係如果佢唔喐，咁我仲驚係咪？即係你而家全職係湊女。是啊，其實真的分不到身的，因為呢其實一個小朋友他要需要你的時間真的有很多很多，其實我都不知道忙什麼，一天到黑一起身很快又過了一天了，但是看到他即慢慢慢慢又高了又重了就很開心咯。是啊，是啊，再生一個我會啊，其實是啊，其實我都同先生商量咗，希望會再生咯。咁但係都唔可以太多嘅，兩個起三個子啦。因為我自己都係三子弟啊，咁我覺得有兄弟姊妹會開心啲咯。係啊，同埋其實男又好，女又好啦，隨緣啦。因為有啲嘢唔係你控制範圍底內。咁但係我覺得至少有兄弟姊妹會好啲咯。係啊。隨時 ready 啦，係啊，如果有嘅話都 OK 嘅啦，係啊，因為女八個半月，咁我覺得爭一年到啦，趁住佢而家咩都未知啊，因為如果佢遲啲咧，即係識講嘢啊，或者再知多啲嘢咧，我大肚佢可能會唔開心咯，因為我冇咁多時間分俾佢嘛。而家我諗個心態唔同咗啦，即係工作對於我嚟講係。我想工作嘅，咁但系而家首要都系个女先咯，咁同埋我会想要多个 B B， 咁等我有即系准备好啦，咁我就会慢慢又谂下，系啦系啦系啦。